一出门我就感觉我仙气儿飘飘，仙气儿飘飘，没错，人美声甜的仙女样，前来报道啦。啥？挑战只有能量饮料吃鸡？那大包医疗箱都不能用啊！ Oh, no. 那我血条岂不是恢复得很慢吗？如果还怎么包围敌人的满编队啊？我太难了。小可爱们，看在我这么惨的份上，点个小小的关注呗！拜托拜托！哦吼，终于找到饮料了，赶紧把刚才的绷带丢掉。小可爱们，你们知道能量饮料还有哪些称呼吗？嗨嗨，有枪声。看来 P 城的小贼们按耐不住了呀！嘘，我们偷偷摸过去。嗨 ，surprise！ 嘿嘿，成功抬走这位黑人小哥。我操，武警！既然没了武器上面的限制，自然是什么枪都可以用啊 ！P 城设计的小贼们，迎接我的审判吧！怎么样 ，P 城小霸王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。像你们这样的，我可以打十个。全程只能用能量饮料吃鸡又怎么样？就我这灵活的走位，子弹休想打中我！啊，前面有车声，小猴子，我没说你可以走。原来是只打野的二人小队啊，不好意思啦，这把你们遇到了摸得干净的杀手呀。哇，这个太飞了吧，现在打野都这么有排面了吗？我太难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还知道有哪些物资比较肥的打野地点吗？让我们向着物资更肥的空投进发。呀，楼里咕噜咕噜的，这是干啥呢？刚好更新了一波装备，那就拿你们来热热手。Bingo， 解决一个最菜的。哎，又有车辆靠近，竟然敢冲到我脸上停车，真是太瞧不起人了。这下尴尬了吧？不仅送了分，还送了两个满当当的盒子。我操，武警！这我怎么好意思呢？没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受人喜欢的小怪。这样下去不行不行。哟，这么大个空投没人要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刚好差个三级甲，这一下齐活了。哎呦，还有把大菠萝，这可是横扫四人满编队的绝佳伴侣啊！就是这个换弹。仿佛能让全世界都停止下来。好了，吃饱喝足，背包哥哥，那就给大家表演一个云霄飞车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演砸了，好尴尬。没的事，没的事，看我这就去找回场子。哎，你们跑得也太快了吧！队友放弃的这么果断吗？哇！又是一个没人疼的孩子。既然如此，小样作为正义的化身，必须要替你好好教训一下你的队友，让他们知道一下什么叫做人间自有真情在。冲呀！欢迎来到复仇联盟飞天小女警，申请出战。全数歼灭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棒不棒的？平原作战，房顶可是个好位置。哎呦，小兄弟，这咋还在圈外面呢？送上萌儿的人头，逍遥可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哦呵，这边还有这两个小兄弟。大平原的都不知道风眼进圈了吗？这下长记性了吧？只剩最后两个杜喵喵了，小鸭早已锁定了你们的位置。Nice， 击倒一个，趁他病
要他命。接下来，小燕儿来收人了。料之机顺利完成，我是小燕儿，下次任务欢迎在评论区尽情下达哦。